不如我们直接短一短上去，怎么说？依照这个作者的尿性，还会有第二次。采集，哎，这个土有办法让我破防吗？我这怎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啊？这个土会让我破防？我有叫你移动吗？都不听作者，你也没叫我不动啊。对话，欢迎游玩本地图，这是当破防的老土，期待你到了终点叫，应该比某果还要简单吧？不要问我为什么羊的表情一样，因为我懒。不如我们从旁边绕，好，就是要走。上不去的菜蛋，想办法，应该不难吧？没事没事，我们这个极限跳啊，没关系，这老套路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这个破防不到我的，没有问题，总不可能第二次吧？感觉那个橘色的会有，我们这样子斜的上去，然后回扑回来，他没机关，我是小丑，我马上把我的小丑皮带上，他绝对有机关。哎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哎呀，还想要来啊？感觉还有哎。好，应该是没了。好，应该是没了。屁啦，你为什么不是把机关用在很后面啊？他把那个感应区用在很后面啊，这个家伙。还有吗？没了吧，两次够了吧。不如我们直接短一短上去，怎么说？依照这个作者的尿性，还会有第二次。采集，哎，应该是真的没了。左还右呢？左还右，作者站左边呢，我们走右边，走跟作者相反的那边。那既然它是空的呢，我还是说我们直接，我们虽然很久没玩老六图啊，但我们宝刀未老啊。完了，连跑酷都跑不好，这个扑还是滚比较好啊？你们觉得？我小不行啊，第一个不能踩啊，我就算把这个，你先让我把话讲完啊，我又没有要去碰，我就算把左边这个坑骗出来，我也跳不到这边啊，麻烦欸，可是左边没坑的啦，应该是要走左边是不是啊？左边感觉也会有一次坑啊，还是我们直接开滚动怎么办啊？我走这个山会来撞我，我走左边石头还会吗？石头就没了。但你不要动啊，你以为你这样跑酷大师，哎，怎么说一定都有坑，所以我们至少必须得死一次，我已经先 做好会死一次的心理准备了。那个坑会不会第二次？你们觉得会第二次吗？应该没有第二次，没那么狠。 OK， 左右躲很远欸，但是我感觉他就是要我滚动跳扑啊。啊，直接一个销毁哦。右边这里也一定还有个坑啊，不然我们只用炸弹应该不是重复性机关。所以我们可以走右边这条。完美。哎，就这个东西还想要吓到我。怎么说？你有到后面的草，这边都坑啊，这边都坑啊。这个是没有碰撞的，那直接。哦，果然是中间这里。你破防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破防。哎，破防了，破防了。为了让我养成良好心态，再跑一次。不是啊，我落拳还没破防，你一定让我再重跑啊。哦，好可怜哦。这个短扑好了。哎，传送门哎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尖尖，这要干什么？可是这还带坑啊。那啊，不能抄近路。好好好，给你坑，给你坑。坑个鬼，坑个鬼，躲不掉啊！我还是给他坑好了啦，烦欸。这里的存档等一人挑战完再放，存档是灭扑说要加的，所以这里没存档哦。怎么有跑酷啦？不要有坑哦，我跑就是了，怎么还有坑啊？哎呦！这边我要怎么办啊？我在上面会被晃下来吗？会耶，有机会被晃下去耶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但是这边怎么说？哦，半圆壳真的超滑的呢。这样子，简简单单，没存档就没存档，这不是简简单单。Bye, have a great time. 怎么还有第二次呀？你有完没完啊？没有，通过。这边两个细线哦，两个细线，良心存档销毁离开，良心存档，我信你个鬼。这边怎么办？我要不要直接从这个红色的跳扑呢？
好像跳不到哎、欸，我们势必得走那个细线，对不对？细线还有坑啊，你到底给不给人玩啊？嗯，嘿嘿嘿，呼呼，存档啊，这存档该不会不是这边的吧？我试一下啊、哦。完美，定机回拉，拉回来了 ，nice。哎呦，太感动了呀，太感动。不要给我永动机哦！嘿嘿，这个传送带怎么是往下的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是我要一直跳、啊、？OK OK， 算你有良心啊，这颗球没有坑，但是下一颗球一定有啊！我每次死掉就要重新走这个传送带。采集，你们觉得还会有第二次吗？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坏啦，应该没有第二次。OK， 那他可能这个作者的心理啊，我觉得毕竟他是我老观众，他会觉得我认为这个有坑，也会认为下一个有坑，然后就会像白痴一样在那边试探机关，但其实不然，他这个根本就没有机关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方围其实有点大哎，我们抓这个斜度，这边是允许我们铺的，所以就可以这样。然后就会像白痴一样在那边试探机关，没有坑吗？到跳个尖弹过去就结束了，是不是？那我用滚动呢？啊，不给我这样切啊！这边要滚动跳扑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坑就没有办法避免，那边一定100%有个坑，就给他坑吧。破防，好。尖尖上有弹板，我们要短再一个弹板二段，是不是小 case 啦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有销毁啊？坑吗？是坑吗？那个销毁还在吗？所以你要我停在尖上啊？你好狠啊！拿到往左，哦，作者看不下去了，他可能感觉时间快到了。拿到往左，你说我们面对这个方向的左边吗？所以是这边，是不是？有销毁，所以我还要逆游，是不是啊？我绝对不能接受，这个终点就在眼前了。是刚刚销毁在哪里啦？走左再走左，直接弹。走左再走左，直接弹。这边吗？你是说这边吗？还是说这边？从这边弹吗？外面一点。我还怎么外面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再走一点就下去了。按中间，不然会破防。什么按中间？哦，你说我会再重来是不是？哦，太感谢你了。你也知道我已经快那个了，快不行了。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你们好，你们今天也破防了吗？我破防了，我破防了，我是破。那这边可以开跳吧？地图好玩吗？好玩，好好玩，但容易破防。好好玩，但容易破防。破防战队问答时间，共有8题。介于破防战队，我连你破防战队什么我都不知道，我要怎么问答啊？入答题顺利，答错是有惩罚的哦。看右边。这是什么？不理他。不是啊，走哪个啊？奇异果的手机壳图案是什么？我凯在卡波。No！ 哦，这惩罚是奇异果想的，诺尤不是，请找他。还要敲十次，是什么鸟东西啊？我们现在在体验茶叶蛋的一生吗？哈，一加二，所以你既长得像茶叶蛋，还住在电锅。不过呢，我想说，我先来，就是有没有？你看我选对了，这种会取 Joker 一定多半是男生，但是这应该是陷阱。
不是，你还要我滚动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尖尖很棒哎，超棒的，我好棒哦，作者你盖这个跑酷，我真爱死了，超棒的。过关，终点破防的试炼，破防的试炼是什么？我不想啦，终点。啊！你怎么进去的？怎么了？哈哈哈！出 bug 啊！我打乐卡了啊！有单刀啊！我点这个字哦。然后嘞，啊，等一下就跟你说不用跳了，你是不能不跳啊？快来到终点了，来了个简简单单的冰块跑酷。OK OK， 区区小冰块能奈我何？难不成你有老六？嘿嘿，重新个头，某人某座某马，哎呦，你会盖这个、哦？哎，完了，没跳到。有了！啊，不是我不敢按呐、啊，重新是什么意思啊？往后。哦，我以为是那个平台，我想说那平台应该是终点啊，不然那平台干嘛的？我好像没上去过，非常好玩。